嗨，大家好，这是 Phoenix 为了来 Monster Hunter Rise 的游戏康士兵。我们现在呢是在清集会六星任务，应该是已经清的差不多了。这边还剩两个任务，有一个是大连续，好像还是在斗技场啊，有点感觉还是有点挑战性的。斗技场目前我打的任务好像这个怪是，要么就是一上来同场，要么好像是你前只怪好像是快死的时候，后边的怪就出来了。这样在这个斗技场任务之前，先打一个普通的单只雷狼。雷狼也是之前一直有提，就是由于我 Iceborne 没有打，直接被重置后的这个动作呢，我还是非常的不熟悉，有时候经常是被骗的。看着吧，不过现在倒是有了，跟之前打的雷狼相比是多了一个纳刀技能，所以说可能没有原来那么的手忙脚乱吧，或者说是容错性可能高一点。这个又是野猪，哎，但雷狼会吼吗？雷狼上来不会吼似的，也会攻击，好的。哇！这就太屎了。这什么动作啊？太满了，我贪一口，因为是一直没有输出。这一下再不满就……哎，看的15也会好呢。
動しましたね。この調子で。有了那刀是舒服了一些，但依然是这个动作我判断不出来。我已经最快的速度拿到了。哎，可能是你气忍不够吗？我想回避，我捡了个东西，结果做不出动作来，太流氓了。像这个就很流氓，这个动作。直接摊一个，这个时间很来不及。捕捉一下它的虫子。你别再转一圈儿。转一圈的是纪委的动作吗？倒地后转一圈是四季新加的还是玉狼龙的动作？还是四季140级那个工会人物？我怎么记得好像一起来死一帮人，然后直接三包任务失败了，就
这个速度好快啊。哎，这个还是忘记收猫了，刚才，当然可能刚才跟我的位置有关系，不太清楚是在瞄我还是在瞄谁，刚才都没有，我没有地方跑了。觉得现在，我的那个，先看一下我的这个支线任务，还需要吃一个 buff 是吧？哎，知道了。现在的这个太刀，我觉得主要是这个纳刀实在是很强，所以说这东西可以打吗？不可以打了。所以说比之前的输出应该是流畅很多。之前打雷狼，感觉有些时候就是我不太清楚这个输出是该转成纳刀还是什么，因为是纳刀的硬质还是蛮大的。但是现在的话就可是容易了不少。我好像有熬护石吗？忘记了。这个东西我觉得索性不熬了，因为当时我好像是想熬，然后后来我想了想，这边七星的关键应该是快打了，这边打了关键任务之后呢，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能解锁更多新的配方，所以说就先不熬了。记得去吃 buff， 当然一会儿是打斗技场任务，应该是还剩这么一个。这个怎么又会变成 Word 的那种界面好了？之前不是会那个什么的吗？这是感觉他怒之前就像没睡醒一样，在说话没有准备好这个氛围。
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反正真的是这个咬。节奏不对。我在想什么？我这满了应该打那个的。哎，哦，这个打到那边去了，好吧。我怎么又就算没有扛着到，
哎呦！我运气能再差点吗？为什么没有打到啊？这招怎么这么弱？这就太乱了，需要分开他们俩。跑到我面前发呆是什么吗？哎，判断失误了。没想到是这招。反应太晚了。那边查着跟卡曼的是还是在战斗状态，这么紧打，比猎人感觉紧打十倍。
我还是不明白这个怪撞完墙后它搓的那个方向为什么我不能控制。嗯，击坠了。击坠时间这么长呢？这个我没有。我感觉他打不到我的这个 Kid Boss， 感觉太大了。哇，这个我就不能理解了。而且现在雷狼倒没法推倒了是吗？这招我是完全想不到，之前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。我的摄像机忘调了，我用一个往回翻滚。我是不太喜欢这个往回翻滚，原来是没有这么一个技能。我已经滚得够早的了，这是连击吗？这什么技能啊？连击，好吧，清楚了，差这么一刀了，好吧。至少学会了一些他充电后的一些招数，但还是不太适应。像刚才打着打着就有个什么充电，充完电马上弄个甩尾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真的还是适应不了。也不是说没有见过，已经见过好几次了，但毕竟在这个之前我打了太多雷浪龙，他都是动作都是不一样。
できました。可以造一件装备，这是现在装备。我这个头需要纳刀，一点攻击。等是需要一个纳刀二的护食，或者说是一个。一口纳刀一的护食，但我现在这个武器还弄了一个纳刀珠，如果说之后换了武器这个珠子不够的话，纳刀还是可以出来。这纳刀现在感觉就好像像 有点像毒品技能，一旦使上之后感觉之后再给它卸下来就会感觉很难受。是这个东西是吧？我是什么？之前是没有 Angelus 的材料是吗？攻击一直在降。其实现在我弄一个利刃，也就是攻高蓝斩的时间变得更长一点，但我依然是战斗的时候我不会说一旦掉到绿掌就去磨刀，应该现在还是不会，估计就不去不造了吧。其实造出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用，因为现在我估计不太会使。如果之后至少现在材料齐了，如果说之后到说我需要这个利刃呢，我才去怎么给它去除，需要利刃的话再去弄，再去造，至少现在材料是够的。这样六星的任务应该是全清了，之后的话呢我们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这边七星的这个紧急任务，这也是一只新怪，是比较期待，好像升到上面之后就没有都是遇见的东西了，所以说突然给一个新怪的话也算是有些新鲜感。不过具体的东西呢我觉得是留到下一期我们再录，这期呢是也就先录这儿，也是相当喜欢，我们下期见。